好了，欢迎，来，我一直在黏在后面偷看你们，哎呀。Bro， 好了，我们刚刚正在分《西游记》的角色，快坐，快坐。你一来，我觉得角色要重新分配一下了。本来我是孙悟空，但我老觉得不太贴切。可是你一出来，我就觉得猴精天选孙悟空来了，我天！对，不用任何扮相。陈明老师就。我就白龙马好，小白龙，我觉得白龙马很好，安安静静就驮着大家一路向西，我觉得最开心。可以当团长，带着我们往前走。哎，我们这个团齐活了，齐全了。这位就是猴哥，哎，对，叫我老孙就行。哎，我，这个我们这个是要去的第一站吧？抛打如意令，击鼓巧夺状元红。夜宴极地冠世雄，我们要在这里带诸位公子体验一下盛唐九令式游艺之一抛打令。哦，抛打，你擅长抛打。在这里为大家设置了一面锣，一张鼓。我们以击鼓为令，众人传红团花，鼓停抛花，得花者击锣为胜。这是我们今天本轮抛打令的奖品，在最后的大唐夜宴中能够发挥妙用。哦，拿到最少的人是要受罚的啊，惩罚是非常难受的。是吗？对。以鼓为令。好。打锣，还要打锣啊？直接这么打锣啊？直接这么打锣啊？完了，这个游戏完了，这就是抢篮板吗？谁抢得过王鹤棣啊？这身高不占优势。嗯，哎，又是。来吧 ，Come on everybody, show time again. Three, two, one. Woohoo! Woohoo! 我的！砸到手。怎么用？没有分，可惜了。准备啊！喂，朋友，秀球啊！好球！这个环节是你是羞探吗？羞探还是羞辱探啊？都是。你说这时候如果悟空抢不着，这就不合理了。哎，是有道理。所以都不想要这玩意儿。往这来，来个高的啊 ！Show time, everybody！ 我这儿啊！快！呜呼！被我捡漏！捡漏！稍微来两个轮回也显得做的有点过了啊。来啊，朋友们，哇，也算扔出，也没说往上往下，没毛病。
你这是咋办？我认了，我发，我认，我来发，发了啊！抛个绣球啊，注意安全，朋友们。我，预备。好球！要求各位，一、二。哇！哎！哇 ！Oh my god！ 耶！祝贺王公子夺得头筹！多谢多谢多谢，实至名归，多谢。这枚玉佩作为长乐坊的祝福，送给今日的优胜者。哇！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稍微扔高一点点，高一点哈，直接停住。哇！对，这是一个叫做玉佛顶珠的一个动作。玉佛顶珠，来，杰哥，我给你抛，我给你抛。啊！走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。去哪儿了？完成了，有默契。好，再来一个动作，旱地拾遗的话，它其实是从侧面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们打篮球也玩这个，它滚起来。哎，有点类似于彩虹流星那种感觉。这个厉害，选一个球头。球头。我们蹴鞠比赛当中的这个球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个比赛最终输或者赢，所有的结果都由球头来承担。哦，输赢是球头承担，那你得当球头。耶，假的，我们球头呢也是有一个选举办法，我们很科学。我们一会儿呢来一个现场的点球版射门。我们来展示一下谁脚感天赋更好，能够穿过这个风筝眼。我们看一下，哪怕你就射到网上，也说明有天赋。可以。哇哇哇！这个要进，我感觉。哇哇！哇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个要不要降低一下难度？我们设下面那个门。下面的容易了，下面的太容易了，太侮辱我们了，能进。今天是要征服他。有进了。啊！就我跟迪哥比较熟，我们俩也是同，所以我选成哥。行。好。还有王公子和杨公子。对。你就选王公子，我就过去收拾他。王公子吧，王公子，来杨公子，杨公子，最不想要的杨公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换衣服，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。好嘞，走。走之前我想再踢一个，给我一个球。好胜心上来了是吗？是的，不是因为难受，憋得慌，必须得进。Come on， 来个球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来，谢谢哥。Come on。耶、yeah, 再来一个，好生气，试一下毽子方法，有点感觉，来，哎，差一点了，哎，哦，难受，太难受了，再给，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来，哎，这个差不多，来来来，有感觉了。哦，这个差一点。哎！啊！终于等到你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心满意足了。由于刚刚我们前面踢的时候，发现是有一些难度的，对吧？有一些吗？你发现了吗？确实。所以我们后续的话就会改变一下传统的一些规则。好，其实我们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和教头商量了一下，有鉴于呢我们六个人精湛的脚法，所以呢我们改变一下规则，下面那个空间部分也算一分，那也是门，打到上面的板子两分。哦，如果能进风流眼，
一万分，直接封为风流人物。这样吧，五分吧，五分，五分可以吗？分，风流烟五分。但是注意啊，这个两边的立柱是不算分的啊。那当然。好。我想确认一下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下面那个一分是不是就是这个门？这个门就是啊，不不。得分失败，这是在麻痹我们吗？假动作，这是个假动作，是吧？这是个门就一分，你这个险些得一分。这个为了让大家更有参与感呢，那除了球头之外，其他的队员也可以射门得分。哦，我们也能射门。哎，那咱们能不能？但是惩罚还是只有球头吧？哎，这个是当然。等会儿，你们等会儿，玩不玩？要不然我和子怡单挑就是了。我建议嘛，球头进翻倍，可以。而且如果是这样输了的话，只惩罚球头就非常合理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核心点就是在最后只惩罚球头。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橄榄球，这里发点球，我告诉你啊！哎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问一下。这个动作是很，我们没有用手。这个动作的话，其实算不犯规，因为我刚刚说过了，只要不用手的话可以继续。哎，啊，出界出界，好出界，帅帅帅，啊，球球拳，好准备，漂亮，扣球，漂亮，球头进球，打板儿。打板儿，打板儿，哎呦！我如果不蹲了一下，球就进了。对，你可以挡进去啊，你躲球，传球，错过了一个助攻，但是我活下来了。来这儿，哎呦，走走，进了进了，好球！呜呜呜，好球，进了进了。哇，好球！帅，而且又差点打到我，两分我又躲了。哇，走！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好球！进了，好球！好球头，好球头，好狙，好狙！哇，哎，也不可控，又出又了，还有还有，帅帅帅，还有帅，来，哇哇，太高了，防守成功，帅帅帅，帅哥，没事没事，快点儿，我困住他们的球头了，快点儿，我困住他们的球头了。谁进的？进了，帅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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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干嘛呢？啊啊啊！你啊！你还叫得比我厉害！啊啊啊！好漂亮，这里。贺弟，你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取？是有什么寓意吗？我不太知道，我奶奶给我取的。你没有去探究过整个名字的寓意？没有。我待会儿查一查。有一位古人，诸位可是万卷游学团的各位公子？巧了巧了，虽未曾谋面，但各位声名啊早已如雷贯耳，想必各位公子定是为那赴唐宫夜宴而来。没错没错，是。想问仁兄一个问题，这位王公子名叫王鹤棣，请问字面的意思是什么？鹤鸣于九高，声闻于天，是为鹤。堂弟之华，恶不为为，是为帝，都出自小雅。公子佳名，失敬失敬。小雅呀，直接知道答案了。鹤棣两字啊，和我们的活动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哟，哎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请诸位公子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木球叫击球，我们这15根木柱叫带后。
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，黑柱上写的是慢傲宁贪滥，这是五恶通过击球的方式击中指定红字的得一分，击中黑字的扣一分。哦，那么我们这个游戏啊，其实是教孩子们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定那个梁，还是梁，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嘛。他怎么也弹起来了？依然是梁。我跟子怡是一个战术，如果三次都打不中呢，说明我确实不服，具备这个优良品德。哇！哇！哇！俺老孙去也。那个你。你下去捞一下，我下去了啊，我下去了，打中了一只锦鲤。这个难，夹缝当中求生存，心理压力其实也比较大，两个黑得很近。可以的 ，bro。Oh no！ 其实这个。至少打中温了，哎，打中温了，打中温了，中了温字，但是也击打到了宁字，保留成绩。有感而发一个东西，就刚刚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会击中黑的，或者是黑的红的同时击中，就感觉有时候那种善恶就在一念间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虽然这个东西就是离我们生活中很近，但是就是要保持好的品质的同时，然后也要特别特别小心坏的不好的。越想追逐什么，反而越要克制住那些干扰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